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。喜欢本频道的视频，请点赞收藏。现在故事开始。放暑假前，室友刷到 KTV 陪唱，光鲜亮丽，日收几千，一心要去当拉舍。友们过去，我觉得不像正经兼职，直接告诉了导员。导员立刻联系了他家长。他嫌我多管闲事，偷拍我换衣服发到色情网站，还诬陷我跟辅导员有一腿。 他的狗腿子私下已造我黄瑶为乐，逼得我休学。最后我受不了网络暴力自杀，他们踩着我的尸骨保研，重生回来该我讨债了。KTV 陪唱一月三万，工资每天接小费算自己的，而且住宿是独间哦，还给报销来回路费。谁去？刘英兴奋地指着手机跟我们介绍：“快放暑假了，大家都想挣点钱花。” 他看 KTV 博主每天 Vlog 光鲜亮丽，例日收几千，狠狠心动。那这模高工资有什么要求啊？能不能带我一个？他的小跟班吴雪期期哀哀地开口：“没什么要求，是女孩就行，能喝两口最好。”说到喝两口，晶晶，我记得你们老家那可能喝了，一起去。不过你，啧啧，他打量了我几下，又对吴雪儿语了两句，两个人笑作一团。 我听到这句话才缓过神来，我这是重生了。上辈子我一听到他们说要去当陪唱佳丽，立马出言阻止。只招年轻漂亮女生的地方能是什么好地方？我是寝室长，平时大小活全包，真心把她们当姐妹，就劝她们一起考研，或者是找个稳妥一点的工作。正好碰上辅导员做暑假安全教育，我就上报了宿舍情况。 他们被联系了家里，没有去成。暑假里，他被那些博主收入被刺激的红了眼，觉得是我心太脏了，看什么都脏，挡了他们的财路。开学后，看到我有望保研，就拍了我换衣服的照片发到同城色情网站里去，还诬陷我保研是跟辅导员有一腿。我去找他对质，他死不承认，还告诉我看两下又不会掉块肉，反正迟早的给男人看。 我去报警，可云警也只能做到封了网站。尽管照片已经被删除了，可他的狗腿子吴雪还是不停在私下传播，以此讨好他。最后我得了抑郁症，跳楼自杀。学校为了压下这件事，就给他两保了研。他们踩着我的尸骨上了研究生。重生一次，我要看着他变成粉红骷髅。啊，我就不去了吧，我暑假要回家。 你回石魔家，你爸妈不是早死了？吴雪不以为然地戳我伤口，可能觉得我还是不快计较。刘英嘟着嘴跑过来，晃着我手臂：“去嘛去嘛，晶晶你最好了，我们一个宿舍的，谁都不能少。”我看着他故作天真的表情，内心一阵恶心。他才不是想带我一个，只是缺一个人顶雷，出了事先放弃我，他们好断尾求生。 吴雪冷哼一声：“人家看不上我们就算了。”哎呀，晶晶不是这种人，一定会去的，对不？我就看着他们俩表演，他们一向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，次次架着我。那……那我考虑下吧。真是穷命，一辈子享不了福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吴雪还在后面不停地刺激我，试图让我改变主意。可我答应的太快，又会让他们起疑。 到了晚上，我去找刘莹。莹莹，听说长得越漂亮，提成越高，是不是？说不定给我包装下，我也就没这魔图了，也就不拉低咱宿舍平均颜值。我露出真诚又期待的表情。刘莹听到这句话，眼神闪了闪，皮笑肉不笑的说：“是吗？那提前恭喜你了。”晚上我听到架子床吱呀呀的响，他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其实不止一个人夸过我底子不错。 只是我懒得打扮，像个土包子，一直是衬托他们的存在。我死后才明白，刘英对我的恶意也有这方面原因。她不会盼着我好。果不其然，这天下课，我在宿舍门口就听到他们两个密谋：我们提前走，不带赵晶晶了。吴雪小声娜娜，要是去了不保险怎么办？赵晶晶还能给我们扛一阵。刘英一脸不耐烦地推开她：你用你那猪脑想想。” 赵晶晶去了，跟我们就是竞争关系，你考虑清楚。我倒是不怕她打扮一下，可就是你的对手了。平时看似无血跋扈，其实刘莹才是拿事的。我就是要让他们提前走。就在他们两个决定好的时候，我推开了门，他们吓得弹了起来，一脸做贼心虚。莹莹，小雪，我们买什么时候的票？考完试我们就走吧。 我兴奋地给他们分享消息，看着他们心里恼火，脸上却还要挂着笑，我心情大好。他们没有接茬，刘莹换了个话题，说到考试，晶晶，考试还得麻烦你，如果我挂科，家里就不同意我去了，你知道的，我家里书香门第，管我很严。我满口答应，莫问题呀，包在我身上。有了我的保证，他们每天都在逃课去喝酒、泡吧。 每天喝得醉醺醺回来，每约其名是为了提前适应。到了考试当天，刘英狂踢我桌子腿，我莫理他，而他却因为动作太大被老师发现。考完试，他们气冲冲地往宿舍走，我一路上都在和他道歉，对不起呀、啊，莹莹，我是真不知道你意思，你故意的是吧？什么故意的？莹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说呀、啊。 别不理我！你装什么无辜？刘英恼羞成怒，甩开我的手，我顺势倒在地上。刘英还莫来得及阻止，吴雪就先替喊他出来了，说好给我们传答案的。考场上是死人啊！他一向是刘英的狗腿子、传声筒，可这次他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吸引了不少同学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着他，想作弊还这磨堂而皇之喊出来，真是。 没脑子。刘英见状要来装好人，刚才我态度不好，但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借机含着泪大喊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帮忙就是整理重点给你们看。作弊是不对的，虽然我拿你们当亲姐妹，但这对别的同学们不公平。”说完我就跑去湖边流泪，让大家都看看我是多么的柔弱可欺。旁边的人窃窃私语：“要是有人能给我整理重点，我能叫他一副，让别人给他作弊。” 多大的脸啊！不知道是哪个班的，举报他们。刘英哪被人这么指指点点过，一把推开吴雪，自己赶紧跑了，留下吴雪被众人指责。上辈子他俩一直把我当枪使，也怪我蠢，觉得应该保护他们，所以为他俩得罪了不少人，导致我的人缘特别差。这辈子休想！经过这件事后，刘英暗示吴雪孤立我，在我看书时。 故意打游戏，宿舍里的值日表更是当看不见，就等着我收拾。而他自己一如既往的虚伪精精，麻烦你了，我们实在是每次都忘记。不过我们都是姐妹，你不会介意的，对吗？我根本不会惯着他们，我只收拾自己的地方，给自己打水。以往他们被我伺候惯了，看谁先受不了。考完试第一天，他们就坐下了南下的火车。 我没有回家，直接在学校周围找了份包住的家庭护工工作，忙完还能去蹭图书馆。他们两个的朋友圈从出发就一直在晒风景，等到了以后更加不得了，有专人迎接培训，每天都是吃喝玩乐搞团建，这个姐那个哥的，同事里都是俊男美女，他们一时间过得风头无两，还拍了不少 vlog 记录自己的生活。 也收获了小批粉丝，问他是不是富家千金，可刘英却被地离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晶晶，借我点钱，我就到手，很快就还你。我们在这边花销比较大，很快就能拿上绩效了，你先借我点。我哪来的钱？哎呀，不行，你就先带点给我，我急用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真当我不当外人啊！我奇怪的是，刘英自称家里是书香门第，父母高知，条件优渥。” 怎么就借上钱了？而且他们不是包吃包住吗？借钱干什么？再出现的时候，吴雪变漂亮了，美颜的加成下，站在刘莹身边也能不分上下。他们还是亲密合照，可我总感觉刘莹的眼底有一丝凉意。她这个人绝不允许自己任何一个身边人比自己耀眼，否则就会被她推入地狱。就像上辈子的我，可这辈子我就是从地狱爬上来的。 根本不怕，非要他血债血偿。刘英问我借钱的事，让我有了一个猜测。我这辈子没了他俩拖累，人缘好了不少，再加上我是舍长，很容易就拿到了身份资讯花名册。刘英身份证的籍贯地证实了我的想法，他家根本就只是在一个小山村而已。保险起见，我按照资讯查到了他村委会的电话。 就谎称是学校人员，很快和刘英爸妈通上了话。你好，我们这边是登记大学生返乡情况的，请问刘英同学安全到家了吗？什么到家？死丫头放暑假了，俺们不知道啊。她放假咋不回来？赔钱货，小贱种，还学会撒谎了。我一听就知道刘英所谓的她家书香门第是子虚乌有。我们早就放假了。 如果刘莹同学三日内还没到家，那就麻烦您开学的时候来学校一趟了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他妈就骂骂咧咧挂了电话。我打开视频，看见刘莹还在卖力的扭动，嗤笑一声，希望她能喜欢这份开学礼物。他们一直在晒照片，我也懒得再去看，只等开学看好戏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兼职，雇主家里是个老太太，姓李，老太太爱干净。 为此赶走不少护工保姆，可经历过被学生会查寝的大学生，有什么是弄不干净的？他刚开始看我年龄小，非常犹豫，我就说先试工七天，不行就退。后来我们磨合的很好，而且李婆婆家里有个巨大的书房，她允许我闲暇时间就去里面学习，我连图书馆都不用去了。我以为她就是个养老的老太太，可某天她用标准的伦敦腔指导我。 并询问我的课业，我才知道我抱上了什么样的大腿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老一小度过了愉快的暑假。虽然他总嫌我笨，走的时候他傲娇的对我说：“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婆子。”我带着他给我的银行卡出去一查，上面竟然是约定工资的三倍。开学前两天，我带着工资返校，可刚到宿舍就被一对中年男女拦了下来。看来重头戏要开场了。 赵晶晶是吧？我们莹莹呢？她说暑假跟你在一起，我从放假就联系不上她了。她暑假根本就莫跟我在一起，自己出去打工了。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不管，我们莹莹就说跟你在一起。现在他人呢？刘莹还是一如既往的拿我顶包啊！他们说完就要来拉扯我，我直接叫来了值班老师。值班老师的结情况后。 告诉他们，我并没有义务管刘莹。他们开始睡在地上撒泼打滚。什么破学校，还我们女儿找不到人就赔钱。总之，我女儿是在学校不见的，你们要负责。我眼看火候到了，打开视频软体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看，他是出去挣大钱了。听说一个月好几万呢。莹莹一定是想给你们个惊喜。我刚点开视频。 他父母一咕噜就从地上起来，拍拍土，凑过来看。死丫头，胆子大了，敢偷偷出去了。等找到他，看我不疼他一层皮。出去挣钱了，不知道打给家里。我们就在这等。在我的有意扩散下，大家都知道刘莹的千金人设是假的。等他回来，一切都要他自己自圆其说。而据我观察，吴雪跟刘莹的合照也变少了。可以说，吴雪慢慢淡出了视线。 连视频里都没有了他的身影。等到开学当天，他们没有回来，来的反而是吴雪父母，不过是办理休学的。不同于刘莹父母的气急败坏，他们来的时候喜笑颜开，在宿舍边收拾，告诉我们：“我们小雪是要出去挣大钱了，大学毕业能咋？还不如早点出去挣钱。”说完就喜滋滋的走了。刘莹父母也做起了发财的美梦，闺女。 等我们莹莹回来以后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。我满口答应。开学两天后，刘莹回来了，看到他们一脸嫌恶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死丫头，还谁让我们来的？自己去吃香喝辣，不管我们。打扮的跟妖精一样，忘了跟在哪是吧？刘莹他妈上手就从她耳朵上扯下一只耳钉，她的耳朵立马就往出冒血珠子。赵晶晶，你还在那看？ 不过来帮忙，强烈的疼痛让他失去了小白花伪装，面目狰狞的让我帮忙。我抖着声音回答：“叔叔阿姨也是担心你，莹莹你别这样。”说完我就跑出去了。宿舍门口围了一圈人，刘莹只能关上门，打开钱包抽出一些钱，你们拿着钱赶紧回老家，再随便过来，我不会再给一分钱。他妈拿了点，吐了口唾沫，开始点数。 而他爸走到他跟前，垂涎的从脸打量到腿，阴又漂亮了呀。刘莹这次回来比以前精致多了。他妈点完钱，心满意足离开了，走之前还狠狠拧了一下他腰间软肉，痛得他脸变了形。打发完他爸妈后，晚上我他脸色阴沉，找我算账。我爸妈怎么会过来？是不是你告密的？说着就把我要堵在墙角。我装作惶恐，没有，我怎么会知道你家的事？ 而且我暑假根本没离开过 A 城，不信你看我的行程记录。看到我的行程后，他脸色确实好了不少，又施舍般的对我讲：“今天你没有帮我，把你保研资格给我，就当是补偿，我不追究你。明天你自己去跟辅导员说你放弃。”我又被他的无耻刷新了眼界。看我半晌没有说话，他不耐烦的说：“给你介绍个有钱的对象行了吧？你看吴雪现在多好。” 不过你得打扮下自己，跟个癞蛤蟆一样，让人看了都恶心。抓紧找个男人倒贴吧，读什么研？别最后成了个老处女。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他是吗？小雪现在真的过得很好吗？他眼神闪烁了几下，勉强出声：“你不相信算了。”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居然怀疑我？保研要德智体全面发展，你这重见死不救的丑逼也配？等住被撤销吧。 我跟他当晚不欢而散，保研的事又不由他说了算。没想到第二天表白墙上就传出我和辅导员关系不正当，而我的保研资格也有了问题，我被叫到了教务处等待核查。刘莹也在，他又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咬着嘴唇，似乎不可置信地问我：“晶晶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辅导员可是有家室的。”随后，教导主任严肃地看向我：“赵晶晶同学。”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不解的看向他，主任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吧？为什么要我先拿出证据自证，你找出那个匿名的人来提供证据。主任梗了一瞬，说道：“我们当然是有证据的，只是不方便详细说。”说完，自认为不着痕迹的向刘英望了一眼。我据理力争，您不能就这么草率地取消我保研资格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您可以去调查，去走访。 否则我不服。刘莹适时开口：“晶晶，你别再继续错下去了。你跟辅导员……他的欲言又止，留下更多遐想空间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不知道自尊自爱。看看你舍友啊，多照顾你面子。”我反呛他：“那既然这样，是不是我可以认为您与女学生也关系不当？你们能不能拿出证据自证一下？”刘英脚动着手指，一言不发。主任被我噎了一下。 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总之，你的保研肯定要取消。又佯装慈眉善目的威胁我赵同学：“你这种个性，走上社会肯定是要吃亏的。你们没工作过，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圈子很小的吗？”事到如今，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。如果不配合，可能我毕业就会被行业封杀。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认输。我清嗓，那就报警吧。 报警查清楚到底是谁造的谣，这个名额我可以不要。我环视一圈，但是公道必须要。这件事最后以和稀泥结尾。匿名爆料者是一个男生，他斜着眼睛看我，一口一个我就是看赵晶晶不爽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处分我自己背着。他一副为爱冲锋陷阵的样子，我必须成全他，强烈要求给他处分。 可这件事过后，刘莹突然也有了一个保研名额。自打保研资格落到他头上，他每天都对我耀武扬威。反而我因为学习压力大，满脸爆痘，成了丑八怪。他对我这副长相很满意，总喜欢拉我跟他合照当绿叶。他又编了个新谎说，说那天来的是他养父母，专门吸他血，还真有人信。他一周总有内膜鸡翅、豪车接送。 靠着这个噱头，又逐渐有了新的拥护者。可他上的每辆车车顶上都放着一瓶水，有时是脉动，有时是冰红茶，或许有我不知道的含义。而且他每天都热衷于在新生兼职群内发正规兼职，每小时二百起，有意联系。不少新生妹妹来联系他，但他要求每个人都发去自己的照片，制作一张摩卡，由他挑选后。 带出去的永远都是最漂亮的。为了能够有能被选中挣大钱的机会，有些人就想着通过欺凌我得到刘莹的看重。毕竟刘莹向外透露的都是我很凶，对她很不友好这个信号。他的狗腿子当然要表忠心。哎呀，学姐不好意思，奶茶到你电脑上了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学姐你也真是的，把电脑就放在这。他的狗腿子学妹。 看线奶茶全渗进键盘后，才告诉我。刘莹在旁边笑盈盈帮腔：“你赵学姐最大气，不会在意这种小事。”说完，还亲昵地挽住我的手，问我：“你说对不对，晶晶？”电脑是我新买的，里面全是我的资料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对她说：“没事，你刘学姐的意思是她帮你赔了，是吧？”莹莹，刘莹的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，她一毛钱都不想掏。 说来奇怪，照理说他应该很有钱，可他好像又入不敷出，催账电话都打到我手机上来了。他说是骗子，让不要在意，他根本没问别人借过钱。可我听到他在楼道里卑微的“好的，好的”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。随后就开始领了几个小姑娘出去，不知道干什么。第二天又精神抖擞的回来，而现在他咬着牙问我多少钱。 他这模痛快无非是怕我又拿报警说事，他好像格外害怕远景，我当然不会报警，远景能解决的太少。我报给他一个数字，他思索片刻对，对那个女孩说：“今晚有你的兼职了。”晚上刘英反常的竟然在宿舍没有出去，我直觉这不是什么好事，可是关我什么事？上辈子的坑我已经踩够了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图书馆。 保研只是多一条备选，绝不是我的终点。等我回去的时候，宿舍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我拼命敲开门进去，只看到昨天那个女孩身疲力竭的指着刘莹问：“不是你说的出去，只是陪唱歌吗？”可她，她剩下的话支支吾吾说不出口。刘莹在补妆头，头都没抬。她怎么了？你说啊，有什么事？你说明白。女孩破罐破摔，那个老男人他摸我。 猥亵我，我要报警！刘英轻笑一声：“你再大声点嚷，让全宿舍楼听见呗！报警？你没收小费呀、啊？我可听说了，你收小费的时候可开心了。你可想好，有了金钱关系，你俩就是自愿的，除非你承认你是性工作者。你要是想毁了自己，就去。我提醒你，这个是要退学记档案的。”气氛就此呆滞住了。 过了半晌，他涂完口红，抿抿嘴，轻声细语的安慰：“这不没食模式吗？摸一下是能少一块肉。做别的兼职多久才能挣到这个钱？你想想，要是你能给他们当上女朋友，再生个孩子，是不是有个网红不就母凭子贵了？他拿了八个亿呢。”女孩怔怔的听住，随后眼神坚定：“莹姐，你说的对，不能以貌取人。我要试着爱上老张。” 我听完这席话，心里一阵恶心。豪门抚养费是那么好拿的？我终于知道吴雪是去干什么了。虽然我也讨厌这个学妹，但我更想看狗咬狗。想到吴雪前两天突然出现联系我，问我刘莹的近况，我欣喜的告诉她，刘莹不仅是女神，还保了研，屁股后面更是跟了一群帅气小奶狗。小雪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都很想你。 吴雪发出渗人的笑，想我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我预感他们之间不简单，或许离揭开谜底不远了。第二天晚自习回来，我发现吴雪呆呆地坐在宿舍，双目空洞，一声不吭，嘴唇都干裂出血了，她还是不停地扯着嘴上死皮。刘英回来看到后，更是尖叫一声啊，鬼呀！看到是吴雪后，勉强提起一丝笑意，小雪。 怎么突然回来？你男朋友知道吗？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来接你。本来安静的吴雪听到“男朋友”三个字，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，猛地起身冲过来，就把刘莹撞倒在的，骑在她身上。你说的给我个好男朋友，男朋友，我问你男朋友呢？魏石魔要丢下我自己先走，魏石魔要骗我，嗨嗨，吴雪你发什魔疯，给我滚开！刺啦，撕扯间吴身上的衣服烂了。 少女的腰腹上长满了红紫色的纹路，像蜘蛛网一样攀附在她腰间，肚皮更是像老树皮一样松松垮垮又粗暴。我看的真切，这分明就是妊娠纹。她这是生过孩子、啊。与此同时，学妹站在门口呆呆的看见了这一幕，等到消化完，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毫不犹豫的加入了战局，和吴雪一起按着刘莹厮打。刘莹的头发被扯秃一片。 头皮上都在渗血，学妹恨不得把她拆骨扒皮，因为她意识到吴雪就是她的明天。这么大的动静很快惊动了领导，联系吴雪父母，可吴雪爸妈却一口咬定他女儿失恋后疯了，学妹也投鼠忌器，只说闹了矛盾，真是不中用的东西。刘莹胸有成竹地看着他们叔叔阿姨，说：“好的是，你们最好把吴雪管好。” 不然后面可不好办。他爸妈点头哈腰的带走了吴雪，而刘莹突然主动要提出换宿舍，走前还一脸虚伪的跟我说：“莹莹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你可不要忘记我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好啊，好姐妹。”隔壁宿舍那位可不是她能惹的。这一世在我的有意放纵下，刘莹可谓是胆大包天，什么都敢去做。 我在他手机里偷看到他的某位大哥要求他去拍几张班花的照片，他早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可班花偏偏是别人的，他最喜欢毁了别人。搬过去没一周就有矛盾了，隔壁同学悄悄找我吐槽说刘莹她手脚不干净的，经常偷用班花化妆品，而且偷用我们日用品，还给人家往里面兑水。不过班花东西多，没发现，我们看到了也不好说。 可没过多久，他就踢到真铁板了。他被围在宿舍，班花提着他的头发质问：“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赶紧把手机给我交出来！敢偷拍我换衣服，活腻歪了是吧？”刘英死死捂住手机：“我没有，你凭什么诬陷我？凭什么查我手机？我要告到教务处去！”班花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眼，教导主任：“呵呵，你们俩的事真当没人知道呢？你不就个卖的？” 在这装什么纯呢？蓝梦会所六十九号不是你呀？要么你老老实实把这些删了，滚出去；要么你明天就出名。一听到蓝梦会所，刘英脸色煞白，哆哆嗦嗦拿出手机，哗拉了几下，我已经删了，你满意了吧？班花赏了他两个耳光后，把他扔出宿舍，被闻讯而来的教导主任老婆连踢带打，拖出宿舍楼。 当时那个帮他被处分的男生看到后出来阻止，我早知道他是替刘莹挡枪的，也留够了足够多的时间让刘莹和主任发酵，不然哪来这魔多精彩照片？教导主任那个人不止一次骚扰女生，送上门的他怎么会放过？主任老婆一踏艳照甩到男生脸上，小伙子年纪轻轻就这魔就爱绿帽子呢？说不定以后养的种都不是自己的。 看到心目中的青春女神原来是个荡妇，自己居然给这众人背了处分，他瞬间撒手，还向刘英脸上吐了两口唾沫贱人，背地里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，赶紧滚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！他越挣扎，衣服被扒得越快，他捂得了上面捂不住下面，要看就要被扒光了，拖出校门外。我连忙去阻止，老师，您这样做欠妥。 再怎么样也不能这样处置，男人也有错，莫道理只骂他。刘莹死死抓住我手臂，藏在我后面。我和主任老婆对视，不肯退让。他愤慨离开。即使和他曾经有再多不愉快，但此刻我成了刘莹的救命稻草。即使是我用小号告诉班花刘莹偷拍他，主任老婆也是我叫来的。自打那件事后，刘莹在学校留臭名昭著。 保研资格也被取消，人人见了都恨不得躲着他走。他的那些小跟班也都各自发展去了，他爸妈更是让他退学，回家嫁个傻子就行，仿佛他是什么脏东西。只有我不计前嫌的把他接回宿舍来，莹莹吃饭了，我喂你。他不愿意出门，我就带饭回来喂给他吃。他和主任的艳照，还有同校男生的露骨记录，虽然明面上被禁止。 可是学生之间还在暗戳戳流传，他也不去上课。我不在宿舍的时间，有不少八卦的人来参观他。我下课回来后，把他们通通赶走。刘莹崩溃的拉住我，眼里盛满了绝望。莹莹，我们搬出去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你就是我唯一的姐妹了，再待在这我会死的。我安抚的拍了拍她，当然好，我去租房子，我们不在宿舍住了就好。 我带着他搬离了学校，一起在校外租了房子。由于他的事情被围观群众拍了视频，所以他要求住远一点。我们在郊区租了一院小房。时间一久，他又故态复萌，房租一分钱不掏，卫生也不做，问就是自己没钱。可东西没少买。赵晶晶，今晚你就别回来了，我那个谁过来。还有，你再转我点钱，我没钱了。 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好，今晚我就不回来了。”轻轻关了门，咯哒一声落了锁。我兴奋的身体颤抖，我知道这是肾上腺素飙升的表现。养了这么久，我终于能收网了。我从不期待报警，远景能给我一个公道，最多把他关进去判七年，那又怎么能解我心头恨？走出门，太阳晒得我眯起了眼，摸出手机位。嗯，对，我确定他一个人在家。 钥匙我放门口地毯下了。到了晚上，我住在酒店，打开手机上的监控，给自己开了瓶红酒，慢悠悠的坐下，开始等着看这出好戏。几个大汉打开门进来，就直奔林英房间。怎么欠哥几个的钱？什么时候选逾期了那抹酒，一直东躲西藏，真当我们是软柿子啊？林英哭的涕泗横流，再宽限两天。 就两天，我室友回来了，我就找他拿给你们。他有钱，他真的有钱。不然让我室友陪你们两天，他肠子不赖的，我给你们往回叫。可他打不通我的电话了，任由他索取的冤大头，他突然找不到了。他在这个屋子里被生拔掉指甲，狂抽耳光，脸肿得像猪头，含糊不清的求饶。可他还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。 他的钱不是去超前购物，就是去做医美整容。他还在哭诉哥哥们：“再宽限两天吧，我也可以陪你们俩玩玩。”被其中一个男的一脚踢开，别介，太脏了。他摸着下巴，不过我们有一个好去处给你。说完就被架起来，出门塞进面包车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我终于等到他放下戒心，抓到他了。学校里不好动手。 他出去后，我也不知道行踪，我只好一点点蚕食他，困住他，最后一击必中。至于他被带去哪里，就不是我该去想的事情。红酒的酸涩终于被我压了下去，舌根处开始泛起回甘。流言无雪都有了报应，我遥敬上辈子枉死的自己一杯，托当年兼职时李老太的福，我研究生后毕业以后留校担任了辅导员。 在听到刘莹的消息，已经是反诈中心拿她当大学生反面教材。她是被从一个跨国卖淫集团解救出来的，出来时已经惹上了毒瘾，这辈子完了。一些诈骗公司会以招聘高薪佳丽为由，每天在公众平台上发一些小资 vlog，骗年轻漂亮的女孩过去培训。刚开始，先从简单的收拾包间卫生，然后再一步步唱歌陪酒。 如果拒不同意的，就用免费体验医美专案来做噱头，哄骗他们签下佳丽贷。而吴雪在刘莹的洗脑下，果然选择了去签下佳丽贷陪酒下海，就想找个有钱的男朋友逼宫上位还清贷款。可没想到是被人家富豪两口子当成了孕母圈养了起来，为了提供成功率，不顾母体条件，肚子里直接移植了三胞胎，并给他家里打一笔钱封嘴。 刘英也得到一大笔提成，最后她的胎掉了，她也没利用价值，被赶了出来。听到刘英混得风生水起，他彻底癫狂，而刘英本人更是咎由自取，为了提成，愿意主动担任起向情色场所输送年轻女大的桥梁，但他本人也深陷于超前消费的漩涡，最后自作自受。我这辈子过得很舒心。 即使刘英后来还是被救出来了，可他也过了鸡年猪狗不如的日子。这是他欠我的。我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所以必须恶有恶报。那些跟着刘英做错路的人，我也没心情去拯救，都是个人的选择。这辈子我问心无愧就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听。